哎，今天目前来到了 Rice University，然后我们现在要踏上了抓取神奇宝贝之旅了。但是你要抓而已，我们要抓。我可以一起抓哦。目前我们在停车场。等到一般道路时再进。到了人行道上，带走这个很像健康步道的健康步道。屁呀、啊！这叫健康步道，根本还没有铺好的步道。很健康，哎、欸，这个步道它已经有流传很多年的历史了。你就知道它流传这里，你根本没来过。哥，应该吧？还是要从刚刚那里走进去？好啊。拍拍，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六个，好六哦！六，你拿那么长也太可怕了，你要让它缩短一点。那我想这样。哇，好多停车格。老哥。啊？那里。这。我们沿着这里走好了。对呀。好健康的石头。都没有健康或不健康，只是块石头。回头。好的。你们下次带一把阳伞。啊？那看你的娘炮。
啊，总比你回去后晒黑后，你躺在床上就在咔咔咔咔咔的，要咔咔咔咔咔。你身上的那个皮肤，你会感受到像咔咔咔一样。哇，还是要中午十二点了，太阳真的是他妈的鸡鸡臭。还干脆我们看一下现在这里几度。我们来坐这一台巴士到处走。有很热，三十二、二十九，也没有。这一次我们又不知道坐到哪里，就坐一圈回来。你觉得？对啊，要用走的。那个要钱吗？就应该就像台湾公车一样。哇，这附近有好多奇特的神奇宝贝在我周围，这些就是还未发掘的。哇，就那个、这个就是蜜豚节。我不知道那什么，等它出现你就知道了。要帮你抓起来。应该是金丛的神奇宝贝。直接看到它要逃跑。足球场。就现在没有开放之类的。依照神奇宝贝站来说，前面就有个站，你可以拿神奇宝贝球，还可以参观。就它这个好像就是有把一些特别景点就当做一个站，然后你如果走到那个站，你还可以拿神奇宝贝球。是比较特别的神奇宝贝球，对不对？对。比较高级的。对哦，还有像这个什么很奇怪的纪念碑的地方。对，到那边你一照就会发现会有神奇宝贝球。然后就我到这周围，然后点这个，然后好像就可以领东西了。本来我昨那个昨天看到一报道，那个好像在纽西兰那里吧，对，就好像他们那里有一站是放警察局，所以就好像太困难了，就好像有很多人就是那个说，因为神奇宝贝，然后要一直进去那个警察局，啊，就那警察都没掉，就开始爆出来说，那个虽然这一站有神奇宝贝，可是。各位那个训练师们不用特别走进来，你们只要在外面领取神奇宝贝球，不用真的走进警察局。真的超好笑的。警察都是内行的。对啊，要从哪边？继续往前走。这个 emergency 紧急用的，就可能这里有人摔倒什么，赶快按那个紧急求救的。是突发状况的意思。对。哦，有了，我们快到了，就是中间那个门。对。我
是不知道可不可以走进去啊，可是我知道这个是一个站就对了。那我们应该也在外面就可以领。要离他近一点，他说他太远的话领不到。哎，我好想进去哦，超热的。你看美国草地，跟台湾草不一样哈。我不知道也不一样，我没吃过。不用吃啊，闻它这个绿色的味道。闻起来是一样，但草地真的是有什么其他的味道。到，可以了。哦哟，真的拿到了。拿到了。对。他看来是不用走进去。好像也不能进去，现在是暑假。我这个是他们的那个音乐楼之类的。我不知道你打开看看，他说只是因为怕冷。音乐学院的感觉。对吧？不要了，等下出发几年就好看里面超凉的，好爽。看来是还有在放冷气、啊。我刚刚里面有做一个冷气。是还是不要进去好了啊？下一个嘞？下一个在我们学对角那个地方。现在就给你几个宝贝球。对。还有比较特别吗？还是一般的？它刚还有一颗蛋，我看我那颗蛋可不可以在哪里用？就应该也是要等孵化之类的。可能要等个几天吧。好，现在在前面走。前面那个吗？对啊，就前面走。那个有什么？哦，那个会到一个他们在棒球的一个纪念碑。哦。我看这个神奇宝贝 App 多好用，是肥宅走出来。你就可以知道这里有什么景点什么的。现在你想迪士尼每个游乐设施我都有个神奇宝贝球。看，好麻烦哦，这个 App。至少总比我们在到处跑全部走去哪好多了。好了好了，至少我们都还有个目标要去。热。而且你看，就差点这种很奇怪的道路，这里都有画进来。看那个石像，哪一个？就是拿着国旗小石像。哦哈，就是那个。对。但应该也差不多可以拿的吧。有拿到了吗？哦，但它写太远了。哦，还太远。要再讲。是不是太远了？好像有发出声音。有了。征服到了。哦，现在里面这可是不知道棒球赛或棒球训练，看看都是免费的。要进去吗？那个门会开的。
开的就可以进去了，应该吧。反正出 trouble 你解决就好了。我就说旁边这个站我去哪个。干。要继续去吧。啊，走上去看看。那换你了。换你好的。好有冒野无浪的味道，这个比较像是青少棒啊，这样吧，它有点小，比较小。来，哥在这里看他们练习之类的。啊，要坐在上面之类的吗？还是继续走？家长来看小朋友这样子，可能吧。对啊，就暑假夏令营之类，棒球营，棒球营，扫棒，还不错啊。至少很正式的感觉。啊哈。对啊。好了，看下一个。然后要采集啊，所有的采集都可以。好啊，要不然来这边不知道干嘛？都采集不完了，这里有超多颗地方的。那就大概采一采嘛，我们觉得时间差不多，肚子饿了，我们再去吃饭就好了。啊、下一个在这里的斜对角走。斜对角那里？对，要从这里走，然后右转斜对角。哦，右转啊。然后前面这个就好像就是那个当那个场那个。神奇。道馆。这里就是道馆。可我还没悟到，所以我不能像这只鸟战斗到获得它。等一下几等？两等。三等。说不定我们绕一绕，你就升等。要抓到神奇宝贝了。要抓到神奇宝贝才能升等。对。那、啊、你现在有遇到神奇宝贝了？然后我目前有，我昨天晚上抓了五只啊。我说现在遇到。是在你机器上的。我是说遇到了。啊，目前来这场遇到。因为我昨天我有稍微用就是一个那个瓶子就会引诱神奇宝贝到我周围的哦，一个道具。那你现在也用？我现在那个道具用光了。哦。所以才能在短时间抓那么多只，就对。那里吗？啊！去拍照。蝙蝠啊，那个什么什么超音呢、啊？哇！看，屁呀！有这么难吗？屁股啦！哦，有了。我的天，屁呀！这哪个跑去哪里了？哎呦！啊，有了！神奇宝贝召唤师啊！哦，这是抓到不一样。抓可以，这把经验还不够。下一个在哪里？前面这个右转。右转。漂亮。我这一团，你看有很多人也是拿神奇宝贝手机，大家就在这里准备战斗的，你太蠢了，会超爆笑的。
车进去吗？啊，可以吗？不知道。好像都不能进去的样子，好像都好像有开，只是还是不要乱给人家乱走进去啊。那边有个凉亭。这里收集完了，嗯，再继续前面走，还有，就你看前面这有多少个 ？OK，OK，就它到处就有很多建筑。那我们从这里，我想去前面那个。Fuck you！ 又是老鼠。他这个就要收集多一只一点，才能为他们拿让另外一只进化。哦。OK。他在道路上不怕死啊。他差点被碾过去了。啊，去上我们去上面那个。好。哇，这世界我们放在一起那么难找。这草皮应该都是可以走的吧？不然种这个来。美观的，那不太可能是只有美观嘛，不能少还叫草皮嘛。那不然恶心带我干嘛？啊，比较好看一点。去，我们去上面看看，那到底是干嘛？哦，有了有了，有流汗了，但是走背而已。啊，现在不是给人上去的，是吗？是吧？好，好，这样都走吧。好，我们就上去。在这里休息之类的。啊，这个适合读书的好地方吗？不会，我读书不会来这里。在这里安息一会儿，然后明天暂停一下。我休息完了，我们现在要继续行走。到处至少放个贩卖机吧。你想找贩卖机？可以喝的好了，饮水机也好。啊。来首要目标先找到贩卖机。那我们去中间那边吧，中间那边感觉比较。多啊。所以那些都是神奇宝贝训练师啊。屁啊！
正午12点了。感觉太阳就在我们头上。风起吧，这可以进去哦。哦，商学院。这里是商学院。啊。那边也可能是蒙学院。健身房。是啊。啊，终于到了一个什么广场的。有，那里好像很多学生在那里出入，要不要进去看看？好啊。这边是午餐时间，很有可能。你看这个人的盘子，是不是今天刚好免费汉堡日？免费汉堡是不太可能有这种东西。等一下，我们先看看地图，看一下地图。你要先不截图拍照啊？还有说我们现在在哪里吗？我们已经走到中间了，我们车在这里，我们车在左上角。啊，我们43、43是什么？类似学生中心，就是可能很多学生就在这里面聊天什么的，学生中心。嗯。好，进去看看。可以进去看看吗？对，都走进去了。你不是学生啊？我不是这个学生。我是叔叔。那现在高低差。看啊，这里都会礼让。啊。看看台湾傻小。其实应该走中间这个人行道地方啊，他有做这个。我主要是为了这里想法了。嗯，有感觉吗？凉。很凉。看到美国人在你周围，那感觉。哦，咖啡厅的，我觉得在这里买个东西喝的做得不错。哦，你看这个人用电脑，老不管旁边麻雀虽小，完全不干他。靠！
真的是餐厅。学生中心。我在这里吃一吃。我觉得好香，而且价格 还算可以。蛮便宜的。还三块。还有他们的书局，你要看他们的书局吗？在这里面。这个吗？对，这是书局。你看上面写的。啊，这个。啊，今天关的。好多东西在这边。你要休息，你要在这里吃啊啊，买个吃的。啊，不是那个，就负责就捐奖学金的一些人，就幕后资金，背后资金组。好吧，好了。来排队吧。嗯。然后在这里吃，还去看咖啡厅里面还有啥什么。咖啡厅。你不喜欢吃这些的？墨西哥风味一点的。我们，你在上面有一个食物，我看到。有饮水机。美国饮水机多好，瓶子装跟人喝的地方。它那个就是比较高档的饮水机，台湾收不来。看咖啡厅里。你要哪一种？你要哪一种咖啡？啊，你先看一下。那你要不要拿这个？冰咖啡就好了。啊？只有中等大的。你点。到这里，我不敢点你们这边大的，一定很恐怖。Coffee, no, it's here.
米的看起来比较特别一点啊。我吸管在哪里搞？空姐。我昨天找不到西瓜。帮我瞄一下。我以为是什么巧克力之类的。真是哦，还在那工作，看看最下面还在定义什么。真的要到市中心的地方才会真的有越来越多停车，像我们家那边，我们家外只有一个小区，一只小平。光是这一二三，我就已经看到三四，总共有五间道馆。五大天王，来是五大天王，然后这个太远了，因为他现在是上午是在这个，这个就学生的学生中心，就很像一个休息站的意思。嗯，这个就是神奇宝贝中心，很屌哎、欸，这个游戏。看你说你回去查的话，就有走，就有一个站叫做周华路红灯区。没有问题，很有可能。好好吧，还要加糖跟奶。这就是一般的黑咖啡，是吧？那它那个东西在机器里面。